要跟你讲。我嘛是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势啊，我你签。你现在要跟我离婚啊？咱两个人已经跳化冰了嘞，咱两个早晚都要爱离婚。对你来讲，我是一个高级外人，自私自利的太太。对我来讲，你是一个不知道变通的洋仔。这段婚姻再拖下去，嘛只是加歹看。就趁咱两个人即摆还阁会当好好讲话，紧甲你签签的。啊，唔过代志，还阁会当参详啊，唔是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啊。我原来嘛是安尼想，啊，唔过到最后，只不过证明，这拢是我的误会，真有可能。前咱两个拄识识的时阵，感情来了伤紧，唔才有这个错误的婚姻。即摆是咱两个人应该清醒的时阵。我走了。你应该问你家己，到底是安怎要搞老的？你是对我还阁有感情，还是你唔甘？还是你无想要排掉，伤害人的开掉。啊，不过，不管是倒一种，我都无法度阁留落，因为我对你的期待，啊，阁有忍耐，已经像我阁差不多啊。无但是我离开了后，你嘛会发觉，你跟我同款的想。你点头会感谢我。对啊，阮妈即马确诊，阮爸一个放咧隔离。等阮妈出关了后，咱离婚的代志，伊才对我公布。这是我最后一件拜托你的代志。曹凤，你别走啦！应该讲这句话的人不是你，啊，不过我无要紧。